响了，它会收集起来，它会像个，它会收集起来，然后收集起来，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，它就播放出来，所以就变成我们的梦。那么这个梦呢，甚至于我们会有时我们这个第六感呢会很强，我们看这个人，哎，这是什么？我们有时候感觉，哎，这个是坏的。所以这个感觉会是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种经验的累积，这是没有办法控制。那第七呢？七 ，six 啊，三三呢是什么呢？我们的思考，现在的人都没有思考。你说，我说这是茶杯，茶杯是茶杯，他们也去想，哎，为什么它是透明的？可以不给黄色？我或者可以用这个杯来喝咖啡吗？不管它对和错，只要思考，思考很重要。可是我们现在的人都没有用到。那还有呢，我们的第八意识呢很重要。第八意识是一个 storage， 就像 computer 这样，你放 game 你就可以玩 game， 放 calculator 你可以做计算，可是我们都没有 storage， 我们没有好好照顾我们的第八意识。第八意识是我们的储存室，所以我们时常想的东西、做的东西都是不好，所以我们时常碰到不好的东西。我们第八是 storage， 所以你的意识，你好的东西啊，想讲好话，好的思考，那么它就不存在第八识，它会变成一个伪。第八识你控制不了，它会出去找你。它就很像我们的我按你的手机哦，我是按，可是它 transform， 你刚才有空气，去到你那边，它变成什么？铃声，你按，我在这里，你在英国，我们可以讲话，看不到，可是你是我点。说我们的第八识也一样，所以很多人说，哎，我时常碰到人，甚至碰到很多问题，因为你 always cross your hand， 所以我时常 cross the hand， 我们的 brain 也是 cross，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左手的责任，右手的责任。就比如你在公司里面，或者 sales 是公司的另外，没有 sales 整个公司就完蛋。没有薪水出，没有升职，也没有加薪，所以这个就是每个人的职责，你要懂得。所以虽然泡茶是一个很简单的事，里面到了很深，所以如果有兴趣再继续泡茶的话，先泡茶的话，告诉你的公司，好，请我去你的公司讲十个小时的课程，担保你们公司业绩上升，担保你们加薪升职，好不好？啊，黄亮，问的training program。